来看到高雄高山的旧的中山国小的校区，有一挂所在来去啊运动中心，有那规划讲要往这专营的强融园区来发展，就那是高雄市第五座运动中心。啊，不过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是来批评讲，这选举进程讲都是为着选票。啊，不过这单机卖表示讲，这对手的选举的语言，伊未在意。来到高雄高山古中山国小校区，未来伫操场以及边个区域会起这专高雄第五座运动中心，除了跑道，毛专人体能训练场以及羽球等室内运动设施，嘛逐步要规划做全市第一座一站式的专人共融园区。我们有了这个共融式的运动中心，希望一旦揪这个园区所有的民众，揪老揪少。不断动土的运动中心，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批评，真侪运动中心拢是用学校来改起的，只是为着要冲关着数量，是选举考量。到目前为止，陈市长所做的很多的运动中心都是改建，或者是用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学校的体育馆来做一些的增补，那跟市民所做的一个期待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。这要实实在在的做了哈。那选举难免会有一些选举语言啦，哈，也不用太在意，这种选举语言我不会在意的，但是一座一座啊，把它做好。但伊嘛讲，伫个伊补选的时阵，正经是全市要起十座运动中心，到即马已经有14座规划设置当中。华志文的批评，伊讲是选举的语言，未想伤济，会甲家己的市政建设做好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报道。